是 Black Friday， 然后所以今天是我跟我朋友计划的 Shopping Day， 然后虽然就是我们是打算留在荔枝，对，我们今天打算留在荔枝 Shopping， 因为我们是荔枝的学生，然后虽然荔枝没有什么 Selfridge 啊或是其他很大的那种就是 Shopping Mall， 但是我们觉得市中心应该够我们逛，然后或是我们打算网购啊什么的，但是反正今天是一个 shopping vlog。 我们现在到了就是历史的主道吗，反正就是 M&S 啊 Jollibee 的这条道，住在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都还有灯光节的时候也在这边，就是上面有灯牌写的就是 This is your story 的这条街上，就是这条道这边，然后这边有一个商城，我们打算进这个商城里面逛逛。对，这边有欧舒丹啊，什么很多品牌都在里面。我们打算先进这个商城里面逛逛，然后等一下再进别的商城里面逛逛。对 ，Coco， 今天是消费之日，耶！我们现在进来这个商场了，然后这商场真的我觉得很漂亮，它弄得很金碧辉煌，然后。对，就有很多的品牌，然后品牌就写在这上面，然后这整个商城就地板啊、天花板啊都弄得超级好看，然后我们打算在这商场里面逛一下。好的，因为我刚刚不确定店里让不让拍，所以我在店里就没有拍，但是我买完第一个店了，耶！然后耶，在这漂亮的商场里第一个战利品。结束，我们要去第二个店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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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现在进来第二间店了，我们在欧舒丹。对，我现在在欧舒丹。我觉得英国的 Black Friday 果然不是英国的节日，就没有很打折力度，没有美国的大。像欧舒丹这边也只有8折而已，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欧舒丹我记得都是超级力度很大的打折，但是没办法。 Hello 大家，我现在还在这个很漂亮的商场里面，然后我朋友在后面的这个欧舒丹里面买东西，但是因为我没有要买就是欧舒丹的东西，所以我就出来了，因为就是那个欧舒丹的店没有很大，然后人还蛮多的，然后而且我发现就是英国这边就是可能是因为真的就是 Thanksgiving 不是他们的节日，像我们就是也没有放假，就是我们学生也没有放 Thanksgiving 的假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的打折的力度也其实没有很大，像甚至就是这个牌子，就是我刚刚买的这个 BBNYS 就是根本就没有打折，虽然我还是买了，因为我有要买的东西我还是买了，不过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商场。喜欢的英国品牌 ，Coco。好的，我们现在逛完了第三间店，就是这个。看到吗？对，没错，就是这间店。就是我之前其实就一直很想买他们家的皮衣，但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它好像就是不怎么打折，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蛮贵的，然后。可是他居然在英国，就是他今天是全场7折，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就买了，对，非常开心。然后我们现在就打算去吃饭，对，现在已经下午可能2点多，我们现在打算去吃饭，离开这个商场去吃饭。我们现在出来了商场，
在要去吃饭的路上了。对，我们要去吃 Five Guys。我们今天要过美国人的一天，在英国，然后硬要过 Thanksgiving， 所以我们要去吃 Five Guys， Go Go。装潢我觉得差不多，拜拜。好的，我们已经就是找到座位坐下来，然后我们点的餐也都已经到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点了什么东西，一个什么都加的牛肉起司。bacon 的汉堡，丁丁在这里。然后我点的是一个什么都不加的热狗堡，对，因为我什么都不吃，我只加了生菜。然后我们只点了一份那个饮料跟薯条，因为我们上次点了两份，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根本就吃不完也喝不完，因为我其实不怎么喝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喝奶茶，但我不喜欢喝这些，就我之前戒掉了这些有气的饮料，所以后来发现根本就喝不完，所以就只点了一份。这是我们的午餐了，好了，我们要开始吃饭了，叮叮，中场休息时间。Hello， 大家，我们吃饱了，我们现在要出发去 John Lewis 的路上，因为我们发现 John Lewis 的美妆在打8折，虽然我们等一下好也计划去 Boots， 但是我们想说先去 John Lewis 看一眼，然后再去 Boots， 然后我们还要去马丁，然后因为现在已经4点了，然后丽兹这边的店就是差不多6点就关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应该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 Go Go。到 John and Lewis 里面了，其实人算多也不算多吧，我也不知道这样算多不多，但就是我们有成功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现在刚走出 John and Lewis， 其实我觉得 John and Lewis 的美妆区人还是蛮多的，对吧？尤其是我刚看那个 Mac 里面人超多，应该是因为他在打8折。好，我们现在进 Another Story。Hello， 我们现在在 Another Story 里面，然而发现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在打折，但我们还是在逛街。对，今天就是我们计划好的 Shopping Day， 就是既然决定好了就不能更改。我们现在出来那个 Another Story 了，因为发现它根本就没有在打折，是几乎没有打，就打折了一小部分，而且他们平时就会有一小时在打折。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就是前往 Boots， Go Go。 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在 Boots 了，我们到 Boots 了。布斯应该是我们今天逛的所有店里面就是人最多的一间了，可能是因为就是它大部分的品牌里面都有8折，但是像香奈儿就没有，
对，就是他还是有些品牌就是不参与他八折的活动，但有些品牌就是有参与他八折的活动之外，就是学生还可以再九折，就是可能已经算是英国这边就是折扣力度蛮大的一个店。然后我朋友现在正在选，对，然后我们这个布置之后再去玩Dr. Martens 应该就差不多了，因为六点钟这边的店就关门的差不多了，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明天去或是网路上买这样子。对，我们逛完了 Boots， 然后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 Dr. Martens 的店的外面了，耶、yeah!只是因为他好像在管制客流量，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外面等，不过现在就只有我们一组客人在外面等。对，不过店里面也蛮多人，现在是5:30好像，然后他6:00关门，应该等得到。对， 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进来那个 Dr. Martens 的店了。对，对，但人有点多，然后我朋友在选鞋，但是其实我上个月才买了一双，所以我没有打算要买，所以我现在就坐在那边边边角落等我朋友选鞋子。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买完马丁鞋了，耶、yeah! ！然后已经6:00几分了，所以就是我们剩下没有买完的东西也已经。没办法买了，因为这边的店都6:00就关门了。对，所以就只能明天买或是网路上买。对，然后因为我们觉得提东西提得很重，所以我们又打算打车回家。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等 Uber。 对，所以今天就这样结束了，也算是买到了蛮多东西的啦。就这样结束了，拜拜。Hello， 大家，今天是星期六，就是黑五的第二天。对，然后我们又出来逛街了，虽然现在已经就是下午的3:38。对，因为昨天的凌晨，然后下雪了。对，是历史今年的第一场雪，大概在凌晨3-4点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场雪，然后我就非常的浪漫的去了他家去陪他看雪，所以我们就今天拖到很晚才出门。然后现在路过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是这个对，然后于是我们今天两个人就是昨天两个人就弄到了，好像反正就很晚才睡觉，然后我们今天就起得很晚。对，所以我们今天又是非常着急忙碌逛街的一天。对，我们今天是想要把本来想要有伟大的志向把没有买完的东西全部买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做不到啦。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出门想要去另一个商场，就是那个商场里面有什么 Yankee Candle 啊、 Mango 啊那些东西，我们打算把那些东西看能不能买完。我们现在已经到就是这个商场了。对，我们今天逛的是这种就是室内的商场，我今天的目标是想要买那个 Yankee Candle， 然后我朋友想要买 Mango。 然后所以我们要开始逛街了，耶、yeah, Go Go 走吗？我们到我们的第一站了，就是 Yankee Candle。 对，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逛了， Go Go。 我们现在买完 Yankee Candle 了，然后我们要去下一站Mango。 对，我们今天处于速战速决的速度。对，因为我们很晚出门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快速的购物。对，Hello，
大家，哎呦，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买完那个商场里面我们要买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迅速的要赶往我们最后一个希望今天可以买到的东西的店。对，耶，我们在关店前的最后一秒成功抵达了这间店，然后也成功顺利的买到了我们要的。对，是这间，但现在很暗，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但我们顺利的买到了，开心。